女神，我的女神，女神，我好喜欢你，为了你我要吃十斤蟹特。你是谁呀？嗨，小伙伴们，我是小浪。本期恐龙变记给大家带的生物是小吉蜥。小吉蜥长得像一根会行走的蔷薇树干，浑身长满了刺。青年和成年的吉蜥还能从尾巴中射出毒刺，非常厉害。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幼年时期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只能干甩尾巴。吉蜥也是方舟中为数不多还没有灭绝的生物。至于你们刚才看到的女神，她是吉蜥一族的族花，全世界绝对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吉蜥了。本期的目标就是追到我的女神。据说啊，我的女神喜欢吃肉肉，走，咱们啊现在就去捕猎去。嘿，前面的那个美鹤龙。对，就是你，恭喜你，你要成为我追求女神的工具了。尝尝我的厉害吧。嘿嘿，这些肉应该就够了，走去找女神。女神，女神，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肉给你吃。就这么小的肉都不够我塞牙缝，我要吃大块的肉。啊，这好吧，我现在还太弱小了，我要继续成长变强，给女神抓更大的猎物。来了，小伙伴们，经过一段时间成长，我已经成功变成了大头青年时期，身体更加的硕壮，走起路来那是虎虎生威。实力变强了之后，我现在可以去猎杀中型大型恐龙了。看到前面的剑龙没有，就决定是它了，毒刺喷射。搞定了，看到没有，青年时期的吉蜥非常的强，这下女神的芳心就属于我喽。女神，女神，我又来了，这次我可带来了剑龙的肉。等一下，这是谁？这当然是我的男朋友了，他可是能打败霸王龙的强者，跟着他我能天天吃霸王龙的肉。可是我也在努力的变强啊，我也能迟早打败霸王龙的。小浪，你放弃吧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变强的，你只能当个 loser。 我的女神，我女神，我的女神，女神，女神，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肉给你吃。你永远都不可能变强的，你只能当个 loser。 我头好晕啊，这就失恋的感觉吗？好像全世界都在旋转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！我居然迷迷糊糊的来到了悬崖，还掉到这个有毒的沼泽里。不行，我还不想死，我游。啊，实在是游不动了呀！我的头上还不停的滴着黑色的毒液，我难道也要变成岸边那些变异的生物了吗？不要呀！不要呀！不要呀！变异进化，岩石吉蜥王来了！灭绝地区的有毒废水改变了我的 DNA， 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四肢变长，从爬行进化成了直立行走，而且我还学会了一个特别搞笑的技能——尾巴弹跳。用尾巴将身体支撑向前弹跳，样子十分滑稽。弹跳的时候，脚还能搓出火焰来灼烧敌人。还有这个轮转冲击，类似于翻滚鼠的翻滚技能，跑兔赶路不在话下呀。撞到了个霸王龙，正好拿你试试手，看我的火焰践踏，嘿，秒杀！现在的我可以轻松打败霸王龙了。哎，那不是那只母吉蜥吗？它怎么在这里？小浪哥哥，
如果我回来，你还在吗？怎么，你男朋友不要你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还是你对我最好，我想找个好人嫁了。好人？不好意思，你找错人了。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我怎么了？我感觉你好陌生。还不是被你所赐吗？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方舟极西的故事了。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恐龙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